我们证据跟主张共通，主张共通原则的一个适用，可以吗？好，所以他这个题目问你之后，答辩效力是否给予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在考场上你要怎么解，简单的来跟同学呢一起来写一下这个解题架构，来练习一下。 第一个小题，他的题目是问是否主张，是否给予丙。好，那我们标题帮同学写了，因事呢，甲丙之共同诉讼类型而定。好，那首先，我们标题已经给同学了，第一个，你就要把保证契约、保证债务。 简单的一个说明嘛，对不对？那重点是你要把争点点出来。保证契约、保证债务的类型，如果以呢保证人及主债务人为共同被告。 共同诉讼类型为何，拥有争议嘛，对不对？就很简单的，一定要把这个争点点出来，一定要把这个争点点出来。争点就在于说，一个保证法律关系中涉及到主债务跟保证契约，那你把这两个人为共同被告，他的共同诉讼类型为何？可以吗？把它点出来，不要怕。那如果你看不出来这个。 加油，多念几遍，多熟悉一点，一定要看出这个争点。所以第一个就叫做普通共同诉讼说嘛，我们刚刚谈过了。第二个就叫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好，那我们的第三个，我们再来做结了，可以吗？ 好，结论写什么？我不知道结论怎么写，很简单嘛。普通共同诉讼说有哪两个主要的理由？诉讼标的，对不对？所以你这里从实体法上，诉讼标的不同，那你可不可以这里按砍一个判决效力？再补一句，叫做呢无限制诉讼权之必要。 如果你结论要裁普通共同诉讼说，都可以多这句话，因为我们说了，必要共同诉讼是把它绑在一起嘛，绑在一起，大家做同一个判断，就有人的话会被牺牲，某程度来说就等于限制他诉讼权嘛，对不对？只是为什么可以限制，避免裁判矛盾，这顶大帽子压下来啦，偶尔还是要给你限制一下。OK 哈，所以说判决效力不给予他人无限制，这个甲丙。 诉讼权必要，这个就是一个普通共同诉讼嘛，没有必要去把它绑在一起，所以呢，采取普通共同诉讼说的见解，可以吗？这样就好了，所以第二点，才要去谈到什么？为。 好，为查或是为都可以了。我们这里再把呢，为了避免普通共同诉讼采取独立原则，过度的强调割裂事实或是主张，产生裁判矛盾，你再把呢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在这里做一个说明，可以吗？做一个说明。 所以说，甲的答辩效力是否给予丙？甲辩称未欠以前，对丙来说呢，是比较有利的，没错。但是丙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
不知道，可以吗？所以你这里就不用帮他幻想了哈，你就说虚是呢，这个是否呢，有利于丙，而且呢不抵触丙的意思为限哈，不抵触呢丙之积极的行为为限，才有主张共通的必要，可以吗？好，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答辩效力是否给予丙是或是否的答案写在标题。因为这个题目题干的设计跟论述不足以让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可以吗？即使你采普通共同诉讼说哦，如果丙的意思认为说没有，这个呢，未欠以前不对，你有欠他钱，只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哎，这个主张是抵触的哈，是没有这个主张共通的适用，可以吗？哦，所以这题我会比较不建议把这个答辩是或是否给予。丙好，基于甲丙这个一个主张共通的结论写出来，因为题目没有告诉你这么多，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得到这个结论。好，在我的一个看法来说，好，会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完整的结论。OK， 哦，所以这个题目再跟同学做一些练习哈。可以吗？所以你看，我们边讲边写，这个真的是三分钟就写完了。你加题目这个又很短，两分钟，好，刚好五分钟写一个解题架构刚刚好。再来25分钟就拼命的写字，好，拼命的把保证契约啊这个争点写出来，好，把这个普通共同诉讼说的判断，好，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裁判矛盾的一个判断，把它写清楚，好，尽量的写，你就不会漏了，好，你就不会漏了。哦，第二个小题算是考一个比较古老的争点，然后在这个保证债务的一个类型中，好，其实第一个哈，我一样保证债务从属性，所以呢，我们必须分出来叫做乙对甲是什么诉讼，就叫做给付诉讼嘛。但是呢，第二个乙对乙对丙而言，哎，丙现在就发生了吗？他或许只确认了这个债权债务的存在哈、哦。那对于丙呢，是不是呢可以直接请求给付？不是哈、哦，基于他从属性的要求，是一个将来给付之数哦，不是现在给，是什么时候给？哦，是这个某甲不给钱的时候给，可以吗？哦，某甲不给钱才能向某丙要嘛，哦，才能向某丙要。那主文怎么下？哦，这其实是早期比较古老的记忆型的题目了，哦，那也要有一点经验，然后来避免这样的一个突袭，在于说法院怎么判，判命，哦，判命。可以吗？好，保证契约的一种补充性的，好，补充性的一个清偿责任。主债人要不要赔钱？要不要给钱？要。好，甲应给付300万元，那在于强制执行甲而无结果时呢？啊，补充性的保证债务就跳出来了，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确定应给付300万元，可以吗？好，所以民诉是非常灵活的。你说奇怪了，这个，哎。
乙都还没告甲，甲的一个责任还没确定，哦，这个债权还没有确定存在，你怎么可以告丙？无理由？不对啊，可能有理由啊。哦，如果乙对甲的债权存在，丙在执行无结果时，就会发生的补充性的保证责任，哦，对于这个清偿债务之责啦，哦，所以诉讼的一个灵活也在这里做一个展现，可以吗？